间事故发生于今天早上0点8分，在国道3号南向62.3公里处 ，A 车未注意车前状态，先撞击 B 车，致侧翻于内侧车道 ；B 车停放于外侧路肩 ；B 车驾驶在往前查看 A 车时，遭未注意车前状态之 C 车撞击 A 车及 B 车驾驶人，造成4人受伤，分别送往 国军桃园总医院及圣保路医院，在此呼吁用路人，对发生轻微事故无人伤亡情形下，汽车尚能行驶者，可自行将事故车辆位置拍照后，迅速移至安全处所，可减少后续二次追撞的事故发生。若车辆无法动弹滑离时，除显示危险警告灯外，亦请在车辆后方100公尺。 摆设故障标志，待远期间，车上所有人多应下车至车辆校友安全处所，如外侧的护栏外或内侧的护栏外。若没有路肩及护栏，请到车辆下游的地方面向来车，以随时警戒后方来车，再等警察到场处理。